年级的时候，我从台湾省转来厦门念书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一班的林子勇。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从台湾省转来厦门念书，对所有的东西都很陌生。还好，我很快交到了朋友。我很感谢周雅莹、陈荣熙、苏芷谦以及各位同学，陪我适应了新的生活。如今我们六年级了，升入初中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分到同一个班。今天我想唱出我们的童年，希望这是我们美好的回忆。小卖部里面全是鸡腿，就是吃了能胖了一个圈。居里夫人和科学家们到底还有没有新的发现？讲台上的黑板前还有老师不停叨叨叨。